是一场关于感悟的修行。它是诗人字斟句酌的精致，它是画家浓笔淡彩的侠义，追随人文大师脚步，跨过时间长河，走过万千世界。劳拉《欧式仿古传》，承袭一代大师人文主义精神，开创专属于一个圈层的质感生活体验。她是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的月桂夫人，在传世的十四行诗中翩然起舞，一曲离散的旋律征服了她，在人文主义的情怀中开出浪漫的花。劳拉《欧式仿古传》，尊重历史文脉，远见生活未来，倡导人文主义质感生活理念，其背后涌动的是关注人性、热爱生活、和谐自然与人文的理想。拥有 Coach、普拉达、范思哲等时尚品牌的意大利，简约而优雅的现代复古风范，让全球为之倾倒。劳拉《欧式仿古传》总部展厅，诠释意大利人文风情，通过仿古砖渗透出古色古香的气息，让古典和现代风格完美融合，堆叠出贵族典雅的风采。意大利浪漫自由的慢生活，在层次分明的灯光中缓缓流淌在展厅每处角落。劳拉《欧式仿古砖》，水泥砖时尚厚实，木纹砖清新优雅，华沙自然深沉，彩瓷多彩灵动，尊贵优雅的格调自然流露，将人文气质表现得滴水不漏，在饱含文化韵味的肌理中渗透着贵族的低调气息，高雅中带着随性气质，大家风度自然流露。慢生活请奢想，暖生活新思想。劳拉